天下美食，人间美味，长沙臭豆腐，毛主席亲笔题诗的臭豆腐，湖南省委招待外宾的金牌小吃，长沙火锅店臭豆腐。我们的臭豆腐由长沙空运而来，不好吃现场免费，不正宗当场赔现金一万。去过长沙的朋友都知道，到长沙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。现在不用去长沙就能吃到正宗的长沙臭豆腐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。